咱吼，咱安尼听老师吼，啊祖师甲咱解说哦，咱就袂用骗去，咱袂讲哦是向外，咱哦向咱的内心去修养。你若中庸看到，就知影讲，所富贵行哦富贵，所贫贱行哦贫贱。你爱看咱的环境去修，唔免借钱来做善事，唔免哦。但是你爱修行啦，你爱用咱的内心去修，唔是去向外，袂使有贪嗔痴哦。你即句话咧，你来甲记哦好势啊。自然你行这条路就真好修。你看好颜回啦，颜回这么善，结果伊做圣人啊，伊就是教育的环境落去修哦。又吼，你吼你教育，大概你的心境、空境来，拿咱这个武经讲。你若性空，你的本性若达到空境，空境毋是空空哦，爱用力，你爱用力，好吼，好歹事爱用力，哦爱行中庸，哦爱行中。当今的人哦，学道的人，若毋是接空，就是接上啦。大部分安尼，我甲看足侪个人哦，拢干吼，若接空，接空就是无爱插俗事啦。啊，若接上的人啊，哦，都向外口安尼哦，庙哦要起哦大间哦，哦安尼哦啊，形形色色。啊，学修又唔先，干那向咱的内心修，所以你若安尼落去读这本吼，你若深入去研究吼，我相信吼，啊你吼要登去武陵的身躯边吼，无困难啦，无困难吼，好咧。啊，所以咱大家勉励啦，啊有个人讲哦，安尼歹修，莫累志，啊勉强，啊互相勉强，啊手牵手吼，啊互相鼓励吼，啊你来行一步，算一步。行到死为止，吼，即安尼哦，吼，即我即是我吼，我家己的感觉啦，吼，啊，无修你袂用哩啦，无修你过后悔，过再落多过轮回啊，啊，轮回你若唔知啊，掉啦，互你做好业啦，啊，好业人今日去，啊是讲做官过贪污，啊，若过落地狱咧，啊，迄都可怜，都侥幸啊咧，啊，所以也是吼，较勉强修，啊，修了最起码哦，去上天，哦，去上天，啊，再过补修，吼。我常即句我常讲，讲咱老师以前的学生，拢是修到啥，修到去上天做神，但是哦，唔是讲东东法尔啊，做正神，爱正神，啊，你若听道理吼，你爱帮助人哦，你爱看有需要才帮助，啊，若无需要，咱要帮助爱帮助需要。困难的人去啊帮助，吼、哦、吼，初日咱老师咧讲，你若帮助对哦，一百块哦，较赢你摕吼一百万哦，去做善事啦，吼安尼啦，啊所以哦，照咱这咱、個、的本性落去修吼。都、哦、在咱人的心中，望高下米，担多是不担钱，心是功德宝，身是功德的根本。